啊、大家好，我是湖北桃人。今天我把我靠，连都没手机去，这胳膊得多长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在寒冬腊月中，要去吃甜点了。带大家来到波士顿最佳逛街地点 Newbury Street， 啥都有。对，从高端到低端都有，上到爱马仕，下到 HM， 都能买上。完了，你把 HM 黑了。嗯，但是你说的是事实。对，我也觉得我说的是事实。这是平平无奇的一杯花草茶，一把十分普通的茉莉花茶的味道，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它颜值很高，值得来拍照一下。给大家先吃。你看，一颗爱心送给大家，比心哟，比心哟。我好像是疯了。我的精神不太正常，多动阿仙大包子说了，这就是他以上他心的后果。我没说，动手吧。有，大型尴尬现场，碎了，听到心碎的声音了。入口即化，而且很烈，很巧克力，虽然一切都断了。哦，你说对。对焦好吗 ？Please 对焦。对，为了对焦。好，完事儿。美。好吃。这个是 cream， 是奶油，不是蛋白糖霜。不是很甜，奶油很浓郁很香。它其实草莓的味道，草莓味道不是很明显，对吧？我们就吃点什么草莓，一点柠檬也不是个颜色呀，我喜欢这个风格。好吃，我也是在吃，而且你看吃了那么多不会腻，我想说，然后就是像吃脆脆一样，你说了就够了，吃脆真的是从来没有完整吃完一块过。我先喝一口。其实说实在的，吃完一半个心之后，还是稍微有点油腻了，喝口茶解解腻呢。好朋友们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带上了小沈阳的口音。就是嘉宾的人。对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大苹果对焦 ，please。死亡对焦，算。
可以。好，北京。好，我一定对不上。你叫我好吗 ？Hello， 你叫我好吗？我离近点好不好？来来来来。太美了。有点厚是吧？我建议你小点红纸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这个不是 cream， 是 cheese， 是几乎和 cheese 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家的 cheese 比较好吃，挺吃的。是刚才那口太大了。我就这样实话实说。嗯，挺久。沙子味儿够大的。有可能有，但是我感觉没有什么脆脆的。好像是第一次。不知道上面粉到底有什么味道，还是色素的味，我以为会有味道，就是 raspberry 啊， raspberry 冻干的那种 raspberry 吧。我尝试一下把上面的皮儿扒下来。意大利的那个 cheese 最好像有点味儿，但是没有很浓，就是那种，其实你单吃也挺好的，我是那种怪怪的。有一点点肉味的、啊、对对对，你看大料粉听起来就很恶心，可是一说啊、哦、肉桂的味道，顿时就有了那种小仙女的仙气了。不会是阿仙大宝仙女我才不知道大家相信我，私底下吃饭时真的不这样。这个说实在，这是我吃过最清淡的 cheesecake， 其实还挺好吃的，只不过是只要别像我一开始的时候那么生猛吧。哎，好像还行，对上面。并没有，可能我把你的脸挡上。哎，原来如此。好，百香果的味道虽然浓，但是不会太酸，很有果香味。一个是那个爱心的粉嫩蓝色，这下面，哎，尝尝这下面的，它是咸的，是杏仁，好像是熬制的。嗯，但是我并不确定，那就当觉得它是，就是，我也觉得是。如果它不是的话呢？别找我们，对，算了好吗？就不要告诉我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戳破我美丽的幻想。它那个百香果酱还挺酸的，这个一定要连着 cream 带果酱带你一起吃才好吃。我觉得这是外表看起来有毒那种，太鲜艳了，就好像你能想到色素还有香精的味道，然而实际上特别天然，特别好吃，最好吃的。哎，这味道很完美，大师。
怎么样？看着平平无奇吧。你怎么这么简单？那就是提拉米苏。但我觉得他们那种，提拉米苏也要加咖啡吧？他们真的就是 espresso 那种咖啡，它这里不是那种浓咖啡的，它就是 espresso 发苦的味道。你吃到那种就是咖啡豆的那种极苦的肉的味道。这太好吃了。嗯，这个真的好吃。我觉得这个是吧，就是做的非常好看的一个提拉米苏。嗯，因为我觉得没有过于甜，也就是那种淡淡的味道，也没有过于太浓。有的时候它有时候太浓太甜，也吃不到咖啡的味道，然后就停不来，也没有，一进嘴里面就感到哇，好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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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咋的，好浓的劲。他说金粉的这个是24配金的那个巧克力豆，然后就是在水里这样，就里面还可以吃到那个咖啡豆的那种口感，它应该是留了那种，它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。咖啡店，那个咖啡店，就是粉，而且比较粗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发芽的那种，有粉可能可口豆，有一些就是。texture， 对对对，非常的有 texture， 有没有默契？一二三，非常的有 texture， 它就是。但是吧，如果大家这个风格被大家喜爱了，该就是人设的路要悬殊，要不然之后会很好。幸福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每次爆款了，并没有像某些明星吃播一样。某些明星，那我们吃干干净净，四盘全吃光了。就今天开心，我还发现一个节目，然后来这家特别有创意的 3D 打印甜品蛋糕店。我名字我依旧不会念，它就是家韵。然后我们今天一共吃了四款甜品，第一个是心情，它是草莓味道的，很好吃。还吃了一个苹果形状，里面有苹果泥，然后外面是青苹果和苹果相间的，特别好看。一个苹果泥。我觉得最惊艳我们是三个，就是一个一共有27个小时的三个月的是百香果口味，酸酸甜甜的。当你把那个奶油、百香果酱，还有最下面一层的，就是咸咸的一个类似于杏仁的和 graham cracker 放在一起，它的三种口味融合的出来。然后最后一个是咖啡豆形状的提拉米苏，就我最后要看的。来之前，我觉得是不是只有外表没有内涵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来试过之后，发现哇，真的是表里如一的好吃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大家不要放过这家网红店了，记得关注粉丝，记得关注并评论，还有发弹幕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说，给我们留言好吗？我们过去吃了，拜拜 ，love you guys。给他各种各位观众抛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觉得阿姐那王鹤什么东西？我阿姐在弹幕中下的。阿仙大宝动都不知道，火腿儿是已经冻得要死了，冻蛋。